不是你遇上这个是空调出风口吗？烤摊有多行您知道吗？今天我带大家来一起见识一下。大家看我脚下的装置是什么呢？我们知道卡塔尔的天气是非常的炎热的，即使是在冬季的晚上，现在这个温度也是接近30度。那我脚下这个装置其实就是一个空调，站在上面会发现冷气直接往身上冲啊。其实在我的身后整个一条街都是安装了这样的地下的空调，您说它好不好呢？好不好呢？在地的